稀有豆奶凤梨，比普通凤梨甜十倍，真的假的？买回来了。我买的这个凤梨是55块钱，带箱9到10斤，也就是5块钱一斤左右。55块钱一共给了6个，据说这个凤梨菲律宾进口的。卖家非常聪明，写的是带箱重量，咱们来称一下，去除所有包装，重多少克？第一个848，第二个669，642，621，625，727，前面两个1500克，三个620克左右的，加上这700，4100克，8斤多，箱子算到1斤，那这个重量差不多合格。卖家写的这个叫做豆奶凤梨，也就是它和菠萝是不一样的，不需要泡水，直接可以吃。随便切一个看一下，打开里面颜色非常金黄，来试一口，粉丝先吃。确实是好甜，一丁点的酸都没有。 OK， 简单切了一下，感觉这一个凤梨出果率还是不太高，要知道它的均价差不多是9块钱一个，也就是这一盘要9块钱。再来试试，一个字甜，两个字真甜，就像是普通的菠萝，然后你加了糖水去煮一样。 OK， 做总结，这个豆奶凤梨吧，优点肯定是甜，缺点一点酸味都没有，而且吧，它的菠萝味也不是很浓郁。如果你光把这个菠萝搞来榨汁的话，你榨出来的汁就和那个糖水差不多。还有一点，就是卖家可能比较夸张，说比一般的菠萝甜10倍，个人感�觉顶多2到3倍。4颗星。